指挥下，基隆市区人车迅速完成疏散净空，整个市区宛如一座空城。这是湾岸45号防空演习现场。在警报开始前，基隆市长刘昌特别前往基隆市民防管制中心听取简报。刘昌强调，进行演习则希望有备无患，让民众能清楚遇到状况要如何因应，万一战事发生，也能确保大家安全。万安的这个防空演习需要所有市民大家一起来配合。那今天等一下会发布这个警报，而且会进行人车的一个管制啊。我想大家对于从小到大对于这个防空演习的演练其实应该是非常的熟悉。我想只要依照着我们军警同仁的一个指挥，在防空警报发放的同时呢，将车辆立即的一个停滞啊。然后这个人员立即进行的疏散跟避难的一个措施，那依照相关的一个指引完成所有的防空演习的一个动作，我想就能够这个万一有战事发生的时候，来确保大家的一个安全。这次演习还模拟吉祥大楼遭遇飞弹袭击爆炸起火后，消防人员如何抢救伤患，以及台铁基隆火车站如何引导旅客进行避难。前往四岛的林佑昌也特别感谢民众的配合。谢谢啊，谢谢大家配合，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万演习到下午2点结束，在各单位通力合作下，演练过程圆满，获得行政院评核长官的高度肯定。也希望透过演习提醒民众做好准备，冷静面对，在威胁来临时能配合军警指挥，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安全。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